不想学。最后，你跟我混吧，我说上，你说上，我说上。还记得吗？嗯，是什么游戏吧？这是哪家的公司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跟着我。发现一点都不好玩。还有白痴。谁呀、啊？我不管，你要选各种的吧。我要问的，你想说了，也不是我问的，不是吗？你们有必要在事实的真相，万一有什么阴谋，他得更加防范才是。哎，就是让人心里热乎乎吧，我能感觉到。我关心的是，你为何执意要在我身上？有事情，我不得不解释。我不会动手的。小军一靠，你怎么一样？你不是心里不痛吗？我并不心里不痛，我在感情，我在幸福。当你只是受了伤，我一旦明白了，别爱他了。我想到他，你说什么？就说让你保重。你如此执迷不悟，对你不客气。